最近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，哎，你公司是不是卖了一个 1.4 个亿的记录啊？大家都追问我，你赚了多少佣金啊？我们这个暂时不说。我是在澳大利亚移民的第一代，来了30几年了，一来就来念书，以为念好书拿了 first honor， 我周围在大企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后来我发现华人在大企业根本的发展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之后我就想应该要创业了，失败过9次，直到我遇到澳洲地产首富 Mr. Harry Chugabov， 在首富身边做了10年，学了好多富人的思维跟做事的角度，之后我就将这些优点变成一条 formula， 我将这条 formula 带到我今天的团队，跑到今天站到这里卖了一个 1.4 亿的澳币的豪宅，并且用这个 formula 教会了我的团队好多同事，令到他们现在每一年赚的钱比我们现在的总理还要高。上一年的9月份，我帮了3个新的同事，他们是来自餐馆、超级市场跟旅行社的，这3个同事创了在半年2个亿的成绩。你想知道这个2个亿的 formula 是什么吗？请按下边的连接。